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今天呢，带大家看一下车子没有电，或者是钥匙没有电，要怎么破除，怎么打开自己的爱车啊，自己怎么引电，或者是怎么发动，教大家看一下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车，我们就随便找，像这个现在的车都很高级，门把上面都没有钥匙孔，万一好钥匙有电，车子没有电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破，眼睛管很鬼，安得好嘛？这个你看，假设现在车子有电，当然是按了就开的嘛。嗯。可是如果没有电，它其实钥匙孔在里面。你看，它是 iKey 的嘛，当然是有电，它按了就开的。再来就是你看，这是钥匙，虽然它是 iKey 的，你看里面有一把钥匙，打开就是钥匙孔。从那边拿出来、哦？太怪了、哦。这有一个小拨键，再拨一下。嗯、哦。拨了就拉起来了，就开了。嗯、对，这是钥匙很重要哦。要，就这一把。哎。哦。来的有没有看到？再来一次。哦，那这款的要求，一次再一次，就是卡住了、啊。你看这里有钥匙孔，插进去，往上拨一下，就开了。嗯，对吧？它刚好插进来在这里啊，你看。每台车都有吗？有些会直接坐在门板上面，然后我们再找有的。这车假设没电了嘛，我们就用这个插下去。嗯，这用手去转，这样就开了。嗯，啊，这有开吗？不知道怎么开，不是这一台吗？好，我铁链很牛逼啊。哦，对了。难怪没有用，哦，是这一只哦。小时候为什么不开门？为什么不开？哎，看，有没有？真的了，可以转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有没有？这是车子没有电，钥匙有电的状况下，就是这样排除。如果你的车子有电，看一下有没有电。啊，有了，车子有电。啊，顺便啊，教你们怎么换电池好了。把它拔开，这一只就刚刚就罗赖吧，一字起子插一下，用力转，就开了。哦，那被干嘛嘛，被亏啊！电池走在里面了、啊。好、哦，啊，我们今天要来测试，就是这一台车，车子有电，我们电池没电，好了，我们电池拔起来，这样就没电了嘛。丢了哈、嗯，一片未剪哦。这样子那个频率会不会跑掉？我们顺便测试嘛。好，现在确定没电了，你看压没有用了。嗯，我们为了真实性，我们。泰山的要求，没穿壳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这样够清楚了吧？啊，你看这样按，是吧？你看这边有写的，未侦测到钥匙，对，有没有 ？Marking， 来，起个绿光，有没有？哦，它真的是可以发动了，应该有电波什么之类的。阿、啊、力、哦，没有马造假了吧 ？OK OK， 所以证实拔下来频率没有跑掉了。嗯，这类似是吗？對那双 B 呢？怎么我去找一下？应该都是差不多意思啊。有些这边真的会画一个像基座，也就是有一个钥匙，你就要放这里。嗯，对。我再找一下，像这种的，那钥匙抽出来就可以直接开的。像这个都是外露的啊。有些车是没关，它就刚刚就把它盖起来。我们要挑战新车好了啦。哎、欸，新车也没有嘞，一定是有电的，所以锁一摸就开了。也没有钥匙啊，开？有啊，哎呦。哦，吓死了！哦，哎、欸，这个不用拆的，可是这个比较烦。你看，躲在里面，有没有？哦，也要先拉开，然后才能把钥匙插进去。对，这样不会卡住吗？我也不知道的，这车型是 W206 的。它设计这样，哦，可以啦。哦，是扁的。对对，可以一样可以转啊。哇，往上开，往下锁。嗯。只是说不是很好插了，它几个角度，新的都不是很好插，新的不好插，就是类似这样。一开门就吹冷气了，为什么？冷气就风就出来了，不然我们挑战新车哦。啊，这换电池怎么轰？我不会，感觉上就是要把这个抽开吧。哦，那这里看到了，我开了，哇，电池在里面了，哇，保护的这么好，对啊，这样。按下去，没有。哎、欸，这边画一个，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？你看，你说那个钥匙？对，嗯，我们放下。嗯，请将钥匙。哎、欸，可以啊。有没有？可以。等一下，你再拿起来吸掉，我要拍那个字。请将钥匙置于标示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就把钥匙放到这里。对，那我把它丢着。你要按久一点吗？刚好像有要发作的感觉，不是发作了，发动。发动了。发动。啊，你帮我拍一下电池，真的没装。
真的没错，所以确定是可以的。所以这个就算基座了嘛？你刚刚讲的那个，对，刚被我找到，因为我刚找这里没有，刚被我看到在这里，我的电话一直叫是怎样？找你啊。新的是这样而已啊，我看到一些影片嘛，对，我现在破解一下，你看。第一，给车子充电，然后在车门上找到锁车按键，长按十秒钟，当听到第一声响，自动握锁功能就设置成功了。一键就是弯大曲，可是有些车是有，可是像之前我的Wish好了，它是断电之后就不见了，就是要设定往上数十秒，下十秒就可以弯大曲了。可是重点是你的车本身就要有，不是没有按一按就有，我不相信。还有查收按，最后拿出车钥匙，同时按住锁车键和解锁键五秒钟，这样只开启锁前门的功能就设置完成了。以后只要你按下解锁键，只有锁前门能够打开，其他车门是打不开的。锁车键跟解锁键按五秒就可以单独开驾驶座而已。来，我们试一下哈，你看啊、哦，锁住，来开锁，开了，哦，锁、啊，你拉好了，因为我是 IT 人，锁住了嘛哈。哦，好，不开了，我前门试一下，可以前门也不行，我要按五秒喽，开锁跟解锁键按五秒。对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五秒了，哎，你开好了。好，换后面。干，干，没有用啊！你搞阿片。好了，我们去找一个比较旧型的。我记得基座是在上面。所以你要现在要跳回去基座。这个没有用啊，这个是骗人的。刚那个影片讲完。对啊，还是大陆的车都把你偷设定住了。有可能、啊。这边的车跟那边车可能长得一样，骨子里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再换别用车好了。你要找基座是不是？对，哎、欸，进来了啊！进来的话他没收起酋长啊。酋长，哦，原来他是酋长。欸、我去拿钥匙好了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也是一样的，钥匙应该躲在里面。哇、哦，他在上面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他在上面。哦，有没有？好你蹲太快了。每个车都要看一下。对啊。好，有的直接就做出来，有的是藏起来。对啊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金爸爸，收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财产，你帮我设定一下一键启动啊！不是啊，是它后面都手摇窗了。对，手摇窗改电动就很厉害了啊！电动改就一弯大曲、啊、它是 IT，、一般我们要抽。对，哦、它不它这样。啊，哦，啊，一般人拿奖差，可是它是 IT 的。它就是没有那么贵的欧洲车。它一样啊。我看，这里要。换一下，它就起来了。这台有包膜嘞，对吧？起来了，对吧？就这样插。好，但是因为是 I key 的，它这样就可以转了。难懂哟，稍微抬起来压着，啊，就下去。它这个就是这样拨一下，其实蛮轻松的，这样起来。啊，就起来了。就可以插钥匙，钥匙插下去就这样转。脱女生内裤就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内裤脱下来是不困难的、啊，困难是他让你脱了。对。啊，那它有基座吗？我再找一下，没有哎、欸，不见了嘞。咦，啊，这个被吹风吹不？所以它其实只要靠近就好了。对，它也是靠近而已。你要试试看，这个要怎么插？欸，这个比较简单，这是这样用手这样拨就开了。欸，又是2.3的，拔掉了，不要这样，钥匙当作手在压嘛。欸，不行欸，无法辨识汽车钥匙。它应该有个位置，我们要找到那个位置。那真的不行，这个真的不行。那汽车钥匙没电有什么前兆？你平常按一下就开，它现在按不开的啊。好吧，它不理我，我也没办法。这钥匙没电，大家就自求多福。对啊，说明书也没写啊。可是有知道的网友可以跟我们讲、啊。对啊。对，2022年新式 Skoda 什么车？斯卡拉。这样我们还要再找基座吗？至少要了，如果没有就算了。阿里万唔在乎吗？来去看一下阿里万后面有无。啊，这台有哦，找到了哦，看到，在这里。有啊，试一下，一样啊，这其实都大同小异，就是要压，把钥匙抽出来。有啊，钥匙整只都是四角形，但是穿塞了，没有用。好啊，一样插下去，把它转开而已，转不开嘞，求了嘞。你我知道了啦。对啦，它不是整个扒开的啦，它是后面的盖子而已。这里，噔噔噔。我先熄火，我这电池都不一样，这比较大颗的，哇，就高一，就高，就大了，这个2450，它应该是要这样，再放在这里，
这样我要来。喂、欸，喂、欸，有啦！哦，有，对准啊！对准，要对准啊！对准啊！我在，对吧？等一下我要看他，如果没对到钥匙，会上面有没有字？我先要，哇，无法，下面工具无法启动，这里。哦，有。有啊，有哎，他的感应器都在这里啊。对。啊，刚刚那个其他的感应器都在这里。嗯，对啊。好，这尽量不点滴哦。啊，车子卖掉了，我们现在卖掉都有套这个套子，才不会就是刮伤嘛。那、这边也要套子。我、现在驾驶座这边也有，这样售出的车子是要这样。还有什么东西没用到的？车门有盖子的，没有盖子的，车门有用锁的，很明显的锁的，锁的还有从上面锁的，下面锁的。哎，顺便讲一下，遮阳的嘛，你知道遮阳可以这样吗？我知道有些人知道了，可是有些人还不知道。对啊，真的，我以为是大家都知道，是有些人真的还是不知道。以前我要把这个拔下来，我就会转嘛，因为你要转才可以拔得下来，所以我就知道了。就影片一出才知道，留言一下你就拔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你现在知道还来得及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金爸爸，收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あ、マケン。马 Ken， 我要偷回家了。马 Ken 有钥匙。这是要拔起来吗？这是。我说孔在。我以为这是钥匙，这又不是。他保护的啦，对，钥匙一样在里面啦。哦。我踹死掉。我想说转了就开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啦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好留言。我说错也没关系，就你指正嘛，因为不一定我的讯息是对的。还是说你想看的，还是看到的就可以留言。我看到了，然后我再拍看看。留言终结者。对。OK， 耶，拜拜。